王者荣耀之新英雄猪八戒，打也不会，拍命令贵，反也不疼，反口噪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辣条哥。今天有粉丝在评论留言说，辣条哥，铁斧现在出来一个新英雄，你知道吗？我说我知道啊，上官婉儿和瑶啊。他说不是的，辣条哥，是猪八戒。我的天哪，猪八戒竟然登陆铁斧了！太爽了，吓得我立马登录铁服进入个人训练营，打了一把猪八戒。猪八戒定位坦克战士位置，推荐打沙丹，因为他是一个战撸狂魔。猪八戒的被动技能叫毫发无伤，这个技能可以让猪八戒被攻击的血变成灰色，然后回复自身给敌人造成伤害的50%。就这一个技能就注定了他战撸狂魔的位置。一技能叫肉弹蹦床，可以连续跳跃两次，第一次没什么伤害，第二次落地伤害也一般，但是可以把敌人击飞，是一个一位控制型技能。二技能叫倒打一耙，可以把钉耙插在地上向前冲击攻击敌人，会对敌人造成减速效果。插在地上的时候释放二技能的话，会向前飞，然后撞到的人伤害成二，并造成一秒眩晕。三技能大招叫圈养时刻，释放技能后会向前筑起一座牢笼，敌人无法移动穿越，牢笼最多存在4秒，筑起瞬间对其内敌人造成巨大伤害。这个技能释放过程可以中断，再点一下就行了。这个职业推荐完，成功暴击攻速流，可以类似凯皇的出装或者典韦的出装也可以。为啥这样子说呢？因为他的被动技能回复自身攻击伤害的50%的血，真的太 BT 了。就这一个技能就注定猪八戒将超越典韦，成为战撸狂魔第一人。此时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，八戒八戒心肠不坏，八戒八戒傻得可爱，肥头大耳朵一言不合就站路。想看更多精彩视频请关注搞笑辣条哥。